心的劝你们，这个下眼泪。看那景平大雪花，哇哇，太香了！里边的油脂巨浓，满口的爆汁。大上脑。最香的就是这个了，牛胸脯。这胸脯还在呲呲的冒油，拉惨了。吃起来跟嚼跟嚼的，又香又脆。齐齐哈尔人民真的太幸福了，羡慕。家庭版肉加了一份牛肠。把烤肉当饭吃，你体验过吗？牛肉肠太得劲了，家庭卖肉之所以那么香，是因为这一盘肉里头有牛的好多部位。他家的这个辣酱真的特别好吃，这个也不比雪花差。卷上生菜，就没有不好的肉，留到最后的雪花。太香了，真心的劝你们，这个夏天来一趟齐齐哈尔，这里有两块在吃个小烤肉，真的不要太幸福。See you tomorrow.